人都把战书搁我们面前了，这口气你们咽得下去？爱情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多巴胺的场。爱情里面哪有什么原则啊？爱就是爱了，逃避是没有用。当你正视他，面对他，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来吧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！不要偷看别人手机，没礼貌。徐总。啊。SG 的徐总，面试邀请函。徐总。着装不错。徐总。紧张什么？徐总，这样会让人误会的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喂，别走，别走。似乎每次见到你都有血光之灾。这不很正常？我是外科医生。等我腿好了，我们去爬山吧。我没有时间，我明天又要相亲。嗯，现在找到男朋友？还没有。安娜长，我能不能毛遂自荐一下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你喜欢我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？说啊，喜不喜欢我？我喜欢你。你不妨大胆一些，去爱一个人。我对你的心意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该拌就拌，该吵架吵架，就该在一起呢，总归会在一起的。